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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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卡住，转不过去。啊！啊 ！Oh my god! No! 啊！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一集的羊墨水。今天我们要玩一个非常非常啊期待已久的游戏，那就是赤足的还愿 Devotion。啊，太好了，那我们就直接开始来玩吧。哇哦，好美哦！真的，你一看到的画面，你就会觉得怎么可以做的那么美，而且，老公，哦，你还在看电视吗？嗯，嗨。你说。美心在哪？所以我应该是穿越了，我应该回到了很久以前之类的。我是爸爸吗？好，所以在这个游戏里面，中间有一个小点点，然后感觉你把点点这个集中在对准在。物品上面呢，它就会告诉你说这个东西的一些细节。哇哦，哇，我喜欢这样走，好像左右走，这个是左一步右一步的真正的感觉哦。哇哦，哦吼吼吼吼，哎呦，可以再。他不能回去了。是走廊吗？烦哦，想靠墙边走。哦，哇哦，红色的鞋子在滴血，好可怕哦！哎、欸，爹爹，你有听见声音吗？有人在走路，刚，哇！啊！啊！哦！那我应该先把它放到柜子上面好了，奖杯吧。OK， 哦，OK， 所以你放东西上来的时候，应该你就会启发相关的一些小小的动画。诶，哦，我们家有那个小东西，床上那个叮叮咚咚的，那以前喜欢玩。啊！Oh my god！ 怎么会有灯 ？What？ 我听到声音。Oh wow！ 这个这样子好聪明哦，就 OK。站店里面，最好不要是什么变态。哎、欸，停了，没人。哎、欸，他出来的速度好快哦！哦，哦，我好不喜欢这种。他说什么？睁开眼，天黑，请闭。你为什么不肯睁开眼？哦，哦，有人，啊，有水的声音，厨房，啊 ，OK， 不要看，有人啊，一二三四五个，
拿那个东西，快走走，拿着就跑，拿着就跑。哦，哎，这好可爱，好像国小的东西哦。他刚不是在看鱼吗？水啊！我不要我倒着，倒着回去，好可怕哦！我不想看外面啦，哎呦，他会跑，哦，不要看啦，哎呦，走开啦，走开，我想要冲过去哦。撞他们！真的耶，是要去拍耶，以前的，哦，好可爱哦！大明星、小明星，全国高手齐聚一堂。你来唱，我来唱，舞台之上定见真。其实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正的节目，因为我就是没有活在那个时代。不过他们好。可是这应该不是旧的啊！他在看我，小朋友在看我，小朋友在房间看我啦。有人在敲屁哦。好了。Oh my god！ 我这没有人，搞什么啦？我最讨厌这种玻璃，我们家也是这种玻璃。我好讨厌那个玻璃哦！有人，他说什么？要先洗手才能进房间。哦，还真的要先洗手啊！这是阿妈的陪伴，喂，陆先生，我是何老师。你的情况我了解了，不用担心。音效，你先来楼上见我。他的音效好棒。我从来没意识到这条走廊那么长。挂雨伞哦，天哪，经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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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游戏真的好经典啊！他带，那是一个小朋友吗？七彩新舞台。巨星的摇篮，天哪！现在总算到了我们儿童组挑战者的表演，一起来欣赏杜美欣小朋友为大家带来的《码头姑娘》，掌声欢迎！好可爱哦！好怪哦，在一个游戏里面看到一个真人，还真的蛮怪的。音质不错哦，背后那是谁啦？哎呦！哇哦，好酷哦！他是转场，太酷了吧！有水哦，哎呦。怎样啊？现在是什么声音啊？什么声音啊？哎呀！有人！哎！可以开吗？可以。哦，哇！好酷哦！咻咻咻，爸爸来打猎了。今天森林里出现了一只好大好大的山猪，哇，这真的好酷哦！爸爸的弓箭准准命中山猪的脚，
山猪好生气，他就是他冲了过来，用力把爸爸撞倒了。哇哦！哦，好酷哦！哦，这比较像是返校，这比较像是横向卷轴的感觉了。哦，好可爱哦！好可爱，他不会怎样。哦，他会叫，哦，他会叫哎，每次踩一下他就会叫哎，好可爱哦。Who cares about 熊熊？管太多喽，莎莎。哦，不是，哎，莎莎。哦，对，莎莎，对。你如果不乱花钱的话，现在不会变成这样。我乱花钱哦，他不爽。我乱花钱，哈哈哈哈哈！跟谁干？有事没事就买那个手表茶壶，还有那个贵的要命的鱼。够了没？哦，还有那个什么供养观音的功德金，每个月一包一包的在给。你要不要连彩钱都给他算了？你莫名其妙，搞清楚，要是他的保佑，今天没事的病会好吗？你给我闭嘴！好啊，好啊，哈哈哈哈。西北风，哦，旗袍吗？他把旗袍拿走了。哦不，下个任务就是要把旗袍抢回来。哦。有旗袍，有旗袍。困难的几个地方呢，都感觉不到杜美心小朋友任何事，真的是撕破了，真的是撕破了。希望你可以继续加油。今天的比赛真的是龙争虎斗啊！好，那现在我们评审老师的分数也已经统计完毕了，我们马上就来揭晓。我们卫冕者的星数是一颗、两颗、三颗、四颗、五颗、六颗、七颗星。好的，紧接着我们来看挑战者所得到的星数。挑战者得到的星数是两颗、三颗、四颗。同心，他们一起念同心。我们卫冕者的分数是八十五。哦，广告，进广告了。哦。你等一下，他好像在听。哇哦，他怎么会知道我在听？啊！哦。啊，好酷哦！啊，外面又变场景了。我很喜欢他的这个转场，哎，就是你近看一个东西，然后他就会跟着这个设计，然后他就把你带到下一个场景里面。这个点还蛮酷的。什么啦？为什么是梅花啊？哦，有时候转得快。这是谁啊？好久没有追了。蛇呀，好大一，为什么？好大一只蛇哦。明明同学大家都好好的，但我就会想很多。好的，那我们挑战者所得到的分数是88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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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老实说，我觉得他这个游戏做最厉害的，跟很有创意的一个点是，你在游戏里面，可是你却看得到是真人，然后又配合上他们做的非常细的这个美术，所以让你觉得这个游戏就跟所有游戏玩过都不太一样。
哦，抓周，我知道了，抓周。还要走？哦哦哦哦哦！他会追你耶，走。哦哦哦！嗯，那这左右边啊，左边好了。快点了，哎，卡住了，哎，我卡住了，我卡住了，哎，走，哎，卡住，转不过去，啊，啊 ，Oh my God，No， 啊，啊，哎，我现在发现我们台湾的这些音乐都好可怕哦，这加上去之后怎么都鬼鬼的。左边有一扇门耶，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出去了出去了，哎，啊，关门呐，关呐，快点，不要，哎呦，啊。哎！啊！关呐！哎哎呦！关呐！哦，这是我刚开始的时候。哦，终于听到他唱歌了，好好听啊！哦，我可以放。哎，老公，你还在看电视吗？哦，这又回到现，就是我刚开始玩游戏的时候。等一下。他的房门口好像有一个人耶，你看到吗？你有看到吗？他是不是那是一个人吧？啊！哦，没听完呢，我没有听完，哎。没有人耶，啊，妈妈什么时候会回来，啊，妈妈去哪里，啊，喂，杜先生，我是何老师，我听说了，美心这次真的有这么严重吗？又是这个废物何老师，你别慌，赶快带来给我看，滚啦，我们请示慈姑观音，求求看有没有解，飞机啦，不要担心，照我说的做，上一次治好了，这一次一定也可以。傻眼，哇哇哇，啊，好可怕哦，这个音乐好真实的感觉哦，哎呦，好可怕哦，哇，这做的
来。为什么大家的船都那么大一艘，啊，就我那么小一个？这是我想问的。有没有看到特别的地方？有，我的那艘船滑得好快。杜先生，这是地狱惩罚罪人的地方，这边和你没有关系，不要碰任何东西，赶快走过去。不要碰任何东西，不要乱拿东西。你女儿不在这里。哎，上面是人哎，大家都撑在那儿。你看到什么？树，那是你的本命树。想见到慈姑观音，要先内观自己，你要走进自己的心。啊，这跟我又没有关系，我不是在找我女儿吗？干我什么事？好，进，恭迎慈姑观音，杜氏明显是。哇，好恶哦！啊！你的天地驱除了那些魔障，现在慈姑观音亲自显身。哦，美心的魂就在这里，你要诚心对慈姑观音发愿。他太大了啦！哎呦，好可，他太大一只了。哦，这好可怕哦！你要干嘛？跟他打架吧？还我女儿来！这是什么？汤匙？汤匙要干嘛？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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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汤匙。男女杜美心受因果业所困，心神蒙蔽，此赴杜峰宇发愿，愿现我光明。What？ 化爱女心头。等一下。他要干嘛？啊！啊 ！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Oh my！ 啊！我的天哪！哦，我的天哪，好恶哦。哦，中间那个莲花那里有灵魂。哎，二人类。哦，这样看真的好恐怖哦。它不像是鬼的那种恐怖，它就是这个场景本身就觉得很邪门的恐怖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是干嘛的？鼻子吗？可以干嘛？他干嘛？感觉伤害自己的。爱女杜美心受因果业所困，哑然失声。嗯。此赴杜峰宇发愿。嘴唇。
愿献我口舌。哦，舌头。欢爱。哦，天。Oh my god！ 哦哦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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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好，来，直接来，直接来。哦哦 ，Oh my god！ 啊，Oh my god！ 快把它拔掉！快拔出！Oh my god， 好恶哦！哦哦哦 ！Oh my god！ 丢掉丢掉！哦！我的天哪！我快吐了！哦，先生，现在萌新的心神已经回归了，接下来是最后的祈愿，从哪里开始的，就回到那里做结。Oh my god！ 哦，他连配音他都把那个没有。听起来的确真的像没有舌头，就是你吸口水的时候有空气的那个声音，哇！哎呦！应该就手吧，没有东西可以弄啊，鼻子吗？要开始，把眉毛给我剪掉。他不是没声音了吗？哦，因为这不是 OK， 这不是真实的。慈父独奉于法院，愿献我心血，求爱女飞黄腾达。哦，血啦！嗯，哦，他还转一下哎。Crap！ 啊，拔拔拔拔拔拔拔！好，现在算是完成了。最后诚心的叩拜慈姑观音，只要慈姑观音感应到了，一切就会圆满。啊！嗯。杜先生，好，你听我说，你先把蛇酒准备好。你家有没有浴缸？有，好，那就在厕所就可以了。他干嘛？照我说的做，一定会好。别担心，要坚定，心诚则灵，你知道吗？喂，你好。哦，杜先生哦。啊，是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这个哦，我跟你说，你不用紧张，这种事情急不得。这个仪式本来就是轻者当日，重者七日见效。你要有耐心。What？ 他在说什么？你要有耐心啊。他要不要去打扰他，让他慢慢泡。哇塞，这个白痴啊！我的天哪！我完全不行 ，Holy crap！ 哎，白的。大家开开心心的聚在客厅，我好喜欢那个时候。哇哦，这是结局了吗？
哦，这画面其实还蛮漂亮的。好的好的，那各位玩家，这个就是赤烛的还愿啦，非常非常厉害的游戏，真的完全我没有任何挑剔的地方。哇哦，他的音乐，他的画面，他的故事性，他真的是哇哦，很棒的一个作品，我也很非常高兴，我真的玩到它了，等了好久。好，那基本上我们谢谢所有人来观看这一集的《杨墨水》。那这一个还愿呢，在今天可以在 Steam 上面可以购买到。那也希望看完这个视频的朋友们可以找机会一起去玩这个游戏，然后一起来亲身经历一下。那谢谢大家这一集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